来照顾，也希望大家咧今年财宝当中会当赚个毛寸口。感谢咧大家普阿声咧拍个表叫，也希望大家咧赚出最一笔金以及咱的新代票。来，咱头都有介绍了哈，我们精彩的歌舞之后咧，那恁钢管那边咧，起码没那个正经型咯。阿妹，钢管之前我们赶快好不好？哇，先来两首歌曲，共叫做暖身运动。邀请我们这位呢非常棒哦，歌唱的嘛非常的赞。这个钢管呢，相信大家呢就不需要我介绍了吧？真的是出神入化哈，安排了非常棒的君君小姐，她是秀内客厅的一个可以来自报家门。安排就是心情快乐，谢谢。安排一首我们张雅文来唱好的歌曲《心情快乐》，特别特别一首我们君君的歌声。哦，君君在变有才了啊！他们觉得很好奇啊，你知道为什么要用到三台吗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哈？那个最旁边这一台哈是干嘛？你知道吗？拍照。然后中间是摄影，然后还有一台呢，偶尔是干嘛？你知道吗？因为底下嘛啊重播。在吗？是播给那个的哦。可能有可能是你上礼拜的，所以跟你今天如果刚好你没有换衣服，就刚好就是同一组了。所以讲有时阵吼，迄歌爱哪换咧？哎，还袂拢录影存证咧。所以讲，迄好话嘛爱哪换咧？袂当拢 A 面吼。哎，好久不见呢，哦，感谢，来欢迎我们的主委，哦，咱主委咧嘛特别棒，来甲咧咱地形中吼来赞助公仔。好啦，乖乖。
友呢，大家都非常期待哈、哦，我们君君呢能够带来呢好看的精彩辣妹秀。虽然你的钢管区没有紧张，不过咱华夏嘛是非常的好，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看你跳这一支。是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呢哈，唔捌看过有人这么厉害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为什么？没有没有，这个钢管呢，大家会跳的很多啦。对啊，对啊。但是没有看过，就是能够把那个招式呢，就是耍的这么很轻松。就是这样身轻如燕，那轻轻桑桑啊，那这样子，就是每个人的那个感觉哈不一样，你知道哈？所以跟大磊哈，我们就减少废话的这个时间啊，那我们君君呢多表演一些秀舞，那我们好朋友呢，大家呢拍照哈啊回去哈，哎暗时看无清楚，你暗时来当挂眉啊哈，搁甲重播，你看三百摆嘛无要紧哈。好，第二票，好，继续呢，让我们继续好听的歌曲。谢谢。来安排这首非常抒情的歌曲，《伤心男的名义》，又等于秀。祝大家今天在播当中会当参加魔术厅，啊！你困饱呀？
你是拄起床还是哪样的？不是哦，刚起床呀。我妈你讲啦，本来那是午觉睡午觉，你午觉不刚完就是啦，因为他一般都很早起呀。就这样。我赶快讲，来跟好朋友问好一下。大家是君君，你现在睡到给时间给空满，苏可以红豆奶奶的叹气先生。谢谢，阿达多阿兰来天宫哦，咱来注意哈，妈这边呢来弟弟哈，咱弟弟宫呢来赞助公仔哈。来谢谢，感谢呢咱来天宫哦，我们主委的弟弟。那今天呢晚上好，那你们来直播，哎，当家你要精彩了给啦哈，阿感谢什么人你知哈？现在是当时。忘掉，感谢呢由咱主委啦哈，来算量呢咱这楼下上地主，一栋呢无少中暑来提供咱这场呢这么精彩。讲到这个平安喜来做演出，除了你安排了歌曲之外，也安排了很多为我们的干娃妈妹要来现场带动气氛。所以讲呢，咱嘛祈求呢，咱全家灵感哦，咱的底部沉水来进行。哎，但是上说吼，妮妮暑假在此呢来保庇呢，咱今日请出当属地咱家的哈众地主，以及呢我们今天所有来参与我们这场平安喜的所有好朋友，大家也当做心力，心力兴旺都是开，事业成功，拢总会当来大进财。这场的呢会当我个丰收。六条金哦，这歌呢会当宝宝歌曲，歌韵雄妙，卡达斯空，好好弟弟，使用感想呢，当中会当来个大叹气。再次感谢好朋友你的光临，感谢大家热情的捧场，我有生意好招待哈。咱奶奶，阮君君规划都送过去哈，阿威，规划送过去，还是阮君君加一个尔啦哈。啊，大家哈，等一下可以跟我们君君呢啊握握小手，或是拍一个照哈。来，好的，继续邀请我们可爱的君君带来呢我们时下非常好看。精彩辣妹钢管爱给钢能力，讲究这特技秀，好朋友照过来，我们君君呢要带来非常好看的秀舞喽，来敬请期待。嗯，啊，这一首比较 OK 是吗？好好，这一首好了，哎，麦克歪。好，继续喝哦，继续喝，记得喝一锅哦。哇呀，来动！我用和笑笑话唱过呀，唔够歹听吼。本来已经无大海啊，为着伊我怕生搁聊落去，搁我硬提袂起来。即摆收山拢真多。所以总教把这个力就过呀哈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，把目光注目到我们舞台上面来，碎啦，好强哦！这位姐姐有练过的哦。Yeah.
Yeah.